各位朋友大家好，今天是8月31号马来西亚的国庆日。虽然我今天要做工，不过在家做工也是有一别风味，由于今天工作上的关系，所以要在家里赶工，所以就叫了外卖。不过呢，今天不是要看大家吃我不过今天不是要大家看我吃炸鸡，而是要看 KFC 的新的美女。讲讲，这个就是噔噔，好笑，就是这个榴莲啵，来闻一下味道。没有什么榴莲的香味，吃一个看看。哦，咬下去的时候，那个榴莲的香味在嘴巴里面扩散开了，而且你看，它好像是用那个抹吉把榴莲的酱给包在里面。炸榴莲还是第一次吃到，接下来好好努力工作吧，下次见。